那个电影大师的案子被我们公司接下来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上次给你的资料，你要认真看哦。哎，对了，我正想要问你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是我们公司接下来的？就是这种小道消息，我随便探听也探听得到啊。你不要扯开话题。所以你下班不去医院，那不然……不用，今天卢西有妈照顾的，用不到你。好啊，那我给你的资料，你一定要仔细看哦，认真看，好好看。Dreamhouse 比赛那时候因为我的关系，所以害我们错过了。像这样子的机会这么难得，你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。要不是当年的设计图被盗，设计师偷拿了我们的设计图，说不定那一年我们就可以一起联手，在 Dreamhouse 完成我们的梦想。我说过了，你就是我的梦想。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评价我，我只需要你的肯定。